勇士，紧急召唤你前来暴风城，并且不得张扬，请独自前来，而且要快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格雷麦恩勇，我居然保护不了他。你好，勇士。联盟屹立不摇，使。 力量占为己有，没想到他的野心更加险恶。现在他会展开行动，实现他真正的计划，击溃所有的对手。 我们身上的诅咒同时也是罪吧。绑架事件，加上天谴军团进攻，女妖要为她的罪行付出代价。以伊露恩的怒火起誓，一定要让她伏法。我才不管行政义不正义的，我只想知道她把人抓去哪了。格雷麦恩国王下一步要怎么做？泰利亚，我们会把人救回来，我保证一定会把大家都救回来。 暗刃骑士团把巫妖王、把大领主从寒冰皇冠的战斗中救出来了。目前人在雅谢洛静养。但愿他能够帮我们找到答案。少了那该死的头盔，现在天谴军团到处肆虐。我们需要银白十字军一起帮忙挡住这些不死大军。如果有人能拼凑出全貌来，也只有博瓦尔了。你是说？ 博瓦尔吗？博瓦尔福塔根，附近他还活着吗？泰利亚，我晚点会解释。不过现在局势危急，我们没有任何松懈的本钱。我一直想冒险。 保持航向。你一开始就知道我父亲还活着，却把我蒙在鼓里。泰利亚，事情没这么单纯。大家以为你父亲在愤怒之门失踪了，后来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虽然巨龙的火焰救了他一命，却也让他伤痕累累。阿萨斯米奈希尔为了复仇，抓住他，然后日夜折磨。当巫妖王倒下后。 一定要有人担起责任，来维持天谴军团的秩序。你的父亲扛下了这个重担，他也明白这必须付出一切作为代价。提里奥·福丁发誓要为博瓦尔的决定坚守秘密，他要我们发下同样的毒誓。我们认为让你知道他的命运只会让你痛苦不堪。我们？
安杜因也知道，是不是？国王跟我说了好多父亲的故事，说的好像他是个很久以前就战死的英雄一样。原来安杜因一直都在隐瞒。凯莉亚，请你原谅我们，我们真的认为他已经战死沙场了。我们认识的博瓦尔福塔根已经不存在了，永远成为了那个巫妖王。那你就错了，既然知道我父亲还活着，还摆脱了那顶受诅咒头盔的掌握，我不管怎样都要去他那边。哨兵随时可以行动。你好，我就觉得你在偷看我，任务还没完成。格雷曼恩国王，你不该待在这么空旷的地方，很容易成为目标。假如谢瓦纳斯想抓我，早就会把我也一起带走了。不，他留我下来是想折磨我，看我再次失去国王。在国王归来前，我们还是需要你回到王座厅，代为处理各种国政。安杜因已经把军权托付给图拉扬了，暴风城贵族也支持他代为摄政及保护国家。我不是质疑大主教保护联盟的能力，不过你身为国王，是不是应该……天谴军团的回归就靠你跟图拉扬来保护我们的国民了。我要全力去搜寻安杜因和其他人的下落。陛下遵命。米奈希尔女士，我想询问，请原谅我，我应该称你为公主，还是你已经成为女王了？叫我米奈希尔女士就可以了，叫我卡利亚更好。我很久以前就放弃王位的继承权了。原来如此，安杜因国王对你赞誉有加，我知道他对于你在阿拉西高地的遭遇一直深感愧疚。国王是个好人。发生那种憾事，我并不怪他，所有的罪过全因希瓦纳斯而起。看来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，我们都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，却又不属于任何一方。不过能够在两边来去自如，却也是一种优势。我想要成为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桥梁，首次尝试以失败告终。桑古纳尔女士，不过我还没放弃。听你这么说，我很高兴。请别称我女士，叫我瓦利拉就好。米奈希尔女士，抱歉，我是说卡利亚。这是我的荣幸。你好。为了联盟，一定要尽快回去找沃农中尉，他应该会在夜色镇等你这份初步报告。Hello， 凡事小心。需要帮忙吗？圣光。圣光与你同在，为了荣耀，朋友，你需要什么吗？务必小心。我保证一定会尽全力支援审判官，援军很快就会抵达。你好啊，为了联盟，你需要什么吗？再见了。过来面对我呀，我的猎犬会吞噬你的可悲血肉。这个物体还在我身上。来呀！
就只有这点能耐吧？强了，他在哪里？在他那里最黑暗的地方。一起作伴的还有跟着树烧成灰的灵魂。他在哪里？快呀，杀了我，送我到女王的身边，到她打破的帷幕后面。哦，泰兰达，高阶祭司，黑夜战士，完全无力阻止这场即将到来的灾难。为了泰达希尔，有什么消息？我曾经对抗过凋零者，可惜我当时不在场，没办法帮你解决掉他。第四次大战的其中一位始作俑者终于伏法了，真羡慕泰兰达有机会亲手杀掉他。不过我担心他还是无法找回内心的平静，他体内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，更加执着。我们要继续追踪希瓦纳斯，找出安杜因、珍娜和其他人的下落。勇士，别松懈，务必要带他们平安归来。审判者，抱歉，我认为那个想法有点过时了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应该马上采取行动。如果继续拖延下去，必定会错失良机。后会有期，保重，为你效劳，胜利属于我们。英雄还有很多事要做，十字军瑞恩会协助你处理下一项事务。我们静候你的信号。需要我帮忙吗？全力以赴。各就各位，我们很快就能抢下这块阵地。
没有目标，同时行动，对方不会轻易让出这块地方。我需要目标，他太远了。我需要先选定目标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没有目标，务必一次成功，保持戒备。我需要目标。别看对方体型大就被吓到了，那家伙其实很脆弱。动手吧。这个物品还没准备好。做得很好，审判官一定会满意的。我们回去报告这个好消息吧。后会有期，愿圣光指引我们的刀刃。你好啊，再见喽。